还用黄色的线来勾一个纯色的发带。首先我们先打一个结，用钩针穿过这个线圈，小拇指绕线，捏住这个线头，直接勾91个辫子针，1 2 3 4 5 6 7 8 9 10，我们辫子针不要拉得太紧啊，11 12，也不能放得太松，12 13 14 15 16 17，总共勾91个，那后面的就自行勾完。好了，我这里91个辫子针勾完，长短的话大家可以调整，拿着这个辫子针这个长度在自己的头上围一下，两头可以连着耳朵的位置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这边是辫子针，大家看一下，这边是辫子针，之后这后面还有一排，后面还有一排，这个每一个辫子针它后面都有一针这样子的凸起来的，这个我们把它这里的针叫为里三，之后我们现在倒过来勾，就勾它里三的这一针，不是勾这个辫子上的这一针，而是勾里三一针，里三上的这个针。我们倒数第二针开始，从这后面这里开始勾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辫子针不要弄得太紧，做一个胶扣，两针，大家看一下，勾背面这一针，三针，我们勾时间勾，这里勾10个短针，4针，5针。6针7针8针9针10针，我们10个短针勾完，数一下，从胶扣这里1 2 3 4 5 6 7 8 9 10，十个短针勾完之后，我们要在这个上面同样的再装一个胶扣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往后勾一个中长针，钩针绕线，还是一样的，在这个针目上，在这后面的针上，要慢一点，不要那么快，勾一个中长针，再勾一个起立针，接下来我们这里要空一针，就是空掉这一针，不要勾，空一针，在下一个针目里面，下一个针目空一针，空掉这一针，在后面这个背面的这一针上面勾，勾一个中长针，好，接着勾一个起立针，之后同样的空一针，下一个针目勾一个长针，一个针目勾一个长针，长针的话我们先勾前面3个线圈，先把前面2个线圈勾完，接着再勾后面2个线圈，后面开始勾完一个长针之后勾一个辫子针，接着钩针绕线，空一针，同样的空一针，下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长针，好，一直循环这样勾，勾一个辫子针，钩针绕线，空一针，下一个针目勾一个长针，好，一直把这一个辫子针勾到最后面，空一针，绕，勾一个辫子针，钩针绕线，又空一针，
我这里还勾到，已经勾到后面还有一段，我们数一下，后面这里我们要留出14个辫子针，看一下，第一针这一针不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在这个位置，14针，我们把结号扣装上。那么接下来这还有一点，我们继续勾一个起立针，一个长针，就是要空一针的这种。一个起立针，绕线，一个长针。好，整个这条长针的我们勾完，接下来勾这边，这边的话我们是勾一个辫子针，钩针绕线，把记号扣取下来，勾一个，这里不用空，直接勾一个中长针，啊，空一针好了，勾一个中长针，直接一次性拉过，好，勾一个起立针，接下来钩针绕线，同样的空一针，勾一个中长针，好，接着后面勾十个短针。不用绕线，直接勾。我们数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啊，刚好勾针，第一个针目里面勾短针，这里我们第一个是不用空的，勾一个短针，把记号扣装上。这个地方我们要勾短针的第一针，我们要装上记号扣哈。接下来往后，两针、三针，就把这后面的勾完就可以了。十针勾完，好，勾完这后面十针，我们在后面还有一针，这里要拐弯，不用断线，直接拐过来勾对面这一片，这一边我们在这里勾最尾巴上的这个地方勾两个，一针，同样的在这个针目里面再勾一针，勾两针，好，接着绕过来，我们接着在这个针目里面勾。看一下，这个第一个针目，从在后面这里开始勾，每一个针目勾一针。好，接着在这个针目里面，每一个针目勾一针。勾过来，接着往下，这里有点紧，不好勾，我们慢一点，所以我们勾辫子针的时候不用勾得太紧。两针，把这个针用针挑一下，把这个针目挑起来。
勾短针的地方，我们依然把它全部勾成短针。这个短针跟我们数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0个短针。勾完之后，我们这里还是同样的，要装个记号扣，在这个位置。这里就是短针的位置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勾中长针，勾两个中长针，钩针绕线。勾中长针的时候，我们在它的空位里勾，不是在它的针目上勾。空位里面去勾，直接带过来，勾一个辫子针，钩针绕线，勾两个中长针，好，勾一个辫子针，钩针绕线，就在每一个这个的空里面插空去勾，勾长针。不要拉得太长，这个长针哈。之后钩针绕，钩一个起立针绕线，在这个插空里面钩。绕线。一直重复这样子勾，把它一直勾到我们这后面的这个长针的位置这里，后面就大家自行勾完。好，这里我们已经勾到这边后面顶边来了，接下来我们开始勾两个中长针，钩针绕线。一次性拉过。拉过之后，这里我们直接勾短针，勾短针的上面，我们照样勾短针。这里我们还是要装一个记号扣，勾短针的位置一定要装记号扣哈，不然的话，等一下转过来的时候，你不知道短针的位置在哪里。勾到最后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给它这一针来一个加针，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第十针的时候是一个加针，不然的话你拐弯就不好拐了。记号扣取下来，勾一个引拔。接着勾一个起立针，同样的在这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，勾完之后装回记号扣，装在第一个针目里面，这边加了一针，那我们在这个第一个针目这里，我们勾同一个针目里面勾两个短针，好，接着往下，因为这个要勾成一样的呀，不然的话等一下这个发带一边长一边短，每个针目勾一个短针，我们直接把这后面勾到这个做记号扣的这个位置，加了针之后，这一边是11个短针，
们数一下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加上就要扣这里一针，取下来是十一个短针。然后把它装上，接着钩针绕线，这个针目里面钩一个中长针，好，钩一个辫子针绕线，还是一样的钩一个中长针，我们这个头上是要钩两个中长针的哈。接下来钩长针，是同样的方法去勾，我们继续把这后面的这一样的这种格子勾完。好，长针的位置勾完之后，勾一个辫子针，勾针绕线，开始勾两个中长针，接下来钩针绕线，胶扣取下来，钩十个，钩短针，我们先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短针，勾短针这里我们要装上记号扣，一定要记得哈。勾九个短针，九个短针之后，我们在顶部的这两针勾两个加针，因为要拐弯，如果你不加针的话，它就拐不过去了哈。勾两个加针，好，接着往后，每一个针目勾一个短针。勾到最后一个短针，就要勾取下来，接着再勾一个短针，勾完之后我们记得把记号扣装上。接下来勾中长针，勾针绕线，在这个空位里面勾一个中长针，勾一个起立针绕线，下一个针目勾一个中长针，好，勾一个起立针，勾针绕线，开始勾长针，长针就是插到这个洞里面，一直这样子勾，一个加一个起立针，之后勾针绕线，一个长针，起立针，一个长针，接下来起立针，又一个长针，重复着这样子，在它的所有的长针空里面勾完长针。